八十五这边，然后那个，我觉得讲起来虽然我们这个就是行政院好像政治很明确，但是刚介绍起来好像就是说这个趋势其实还不是很明确，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像刚刚讲，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像美国、日本、还有中国，其实都还不是很那个，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理由是那个燃油车还在进步，还会在进步。 所以这个竞争里面，在以后，这个电动车，我们刚看它现在进步速度比以前快，但是燃油车还是会在进步。那么以后要一二十年之后，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甚至政府就是有干预，可以改变这个状态？我。 在可能在技术上发技术的发展上面来讲的话，这可能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的政府很清楚它的目标、它的这个方向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政党轮替在这个政策上常常。 会很大的转向，如果带来一个政党轮替，现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努力，可能到时候他又还把它冷冻起来了。然后在这样不确定的一个，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是有不确定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可以稍微简短一下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会政党轮替，所以政策不一定延续。第一个问题是技术的还不确定。OK，好，对，整个趋势就说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就是说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并不是评估啊什么的，很那个很作业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就当这个东西，OK， 好，谢谢。那我们收集两个问题。好，谢谢，几位朱教授。我在台湾环保两党，现场没有，我之前第一个问题是，像现在所谓都要补贴一些。 机车1300万辆的机车，每辆补贴1万就要1300多亿，这在社会成本都不是合理的，而且一个产业也不应该这样，一直在依赖补贴，这样的看法。但是现在政府的政策，经济部或工业局，除了补贴之外，有没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可以动政策？ 第三点，我是建议机车是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行，就是替代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在发展电动机车的时候，是有非常好的利基，而这个在国际上甚至可以抢到很多的优势，也是一个产业优势。请讲。谢谢。我们还可以收集一个。 各位好，我来自 Meet Radio， 我叫陈伟，我有四个问题请教。首先两个问题要请教这个政府的代表，我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电动车它的电力的来源仍然是火力的发电厂的话，那真的有比较干净吗？因为只是出于排放是在电厂还是在车子的排气管？ 的这个小小差别而已。那第二个问题想要请教的是说，台湾地狭人仍然是充电的问题哦。台湾地狭人稠，那都会的人口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大楼的这种集合式的住宅，那可以供插电的这种停车场，它应该怎么安排？我特别想要请教的是，新建筑其实这个。 未来是许多人都有纳入这个充电棒，但是我要问的是旧建筑该如何提供这些用户他们可以是有充电的可能性？那我第三个问题是说，特别想要请教这个刘创办人，那就是汽车维修厂在未来20年。
应该要怎么面对电动车的发展？您自己在找这个伙伴的时候，有发觉台湾的教育体系有纳入这个维修吗？电动车的维修？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是说，特别是关于两轮的，因为其实机车在台湾的普及率非常的高，就是不论是两轮或者是四轮车，不论是电动机车或电动的这个汽车，它们其实都代表一个家庭的需要。所以说，我想要问，因为四轮还可以发展所谓目的地充电，但是两轮因为它的载体小，储存量也比较低，所以如果没有快充，其实会有很高的驾驶风险。那这个部分，这个请教三位的对策，觉得应该怎么发展？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副部长？那首先感谢三位来源来宾的一个说明，那我逐一的回答。那第一个，一个部分说技术在车辆产业的技术发展的一个部分，因为我本身也是车辆科的科长，当然手心手背一边是有车一边是电动车，所以其实在有时候在休息站或我跟一边在扶持电动车一边在消灭油车，所以有时候当然在从技术上面来看，其实在燃油车上面。不应该单看一个技术性哦，当然我们从所谓的马力性、低配性，像引擎，刚刚提到从1915到现在已经发展了100年了，那当然它的引擎的能力、它加速能力或它的稳定性跟可靠度都非常高，但是在发展的固定这几年来说，其实引导电动车的一个最大的重视点在说我们环境改变非常剧烈哦，其实这个才是引导，那最后一个都没有讲，环境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还有消费者的需求，我所谓的 customer 需求是包含所谓的我对于空气、对于环境的一个需求。这个其实要先讲掉。所以先不管我们燃油的机速多好，一公升可以跑25公里、40公里，其实大家对于空，它还是会有排放，还是有 CO2， 甚至刚才提到的，没有提到它只针对 CO2， 那你们考虑到，像机车最多的是所谓的VOC， 所谓有机挥发物，这是非常非常多，甚至致癌的。那再像大货车，那就是所谓真的是 PM2.5 所谓的悬浮微粒非常非常多。这点的极端例子可以跟大家讲，是说，其实现在的民众就是所谓的这么多国家会怎么 care 这件事情，其实在说有环保议题。所以这时候政府在推动的，其实不是经济部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在包含交通啊环保三大部分都是这样来处理。包含我跟大家说，很多国家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都不是经济单位发起，都是环保跟交通单位，因为他们要对他们的公民、对他们的民众要有交代，包含很多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技术的部分，我也跟大家讲，像电动车的部分的技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捩点在说，刚刚提到的右左边的是国家比，右边是所谓的车厂，车厂都在投入，甚至连投入它这么保守的一个公司，他都说我2025年我全部用电动车了。这没话讲，这因为他也知道说这是未来趋势，而且他也要对他社会来做一个表率。那当然，刚才刘创宝说，日本是一个没有宣布接受燃油车的一个国家，也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提到另外一面，以日本而言，其实汽车产业代表比它的代表性比政府更高。当然，日本的头岛这种集团、头岛的这种公司，其实它的位阶比政府更高，应该说。汽车产业说怎么样，政府产业就说怎么样，其实它有每个国家不同的一个因素。那再来第二个说，像比如说政府的在政党能力跟不确定的一个确定的，其实电动车是所有刚才提到它是一个环境因素，并不会是政党因素。因为刚才提到我的现在的电动车或电动机车的一个政策，其实是延续从陈水扁时代、马英九时代到现在蔡英文时代，其实电动车的议题不会因为政党能力有所改变，是说我们 focus 的目标跟角度跟与时俱进的一个部分不太一样。比如包含当年在国民党时代，或者说毛泽东、国民党时代的时候，其实是在 care 的是说我民众需要什么，我先提供哪，我需要消灭20吨机车的时候，做很轻型、很小型的电动机车，但是他忘记了最大的主流市场其实是125cc 的部分。当时说我为了消灭20吨机车，所以我拿一个。CC 数很小，马力很小，而轻型机车像中华来取代它。其实当初论述点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在这里在时空背景那时候，其实里面可以达到这么125像 GoGo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候，其实时空环境放到今天来看，其实时间点也对，技术点也对，然后包含环境点也是对的。所以我想
像政党努力这一部分，我相信以政府的决心，因为大部分在执行电动车的这个机构都好像十五分钟，没有政党，除了今天不管蓝的绿蓝，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电动车是往前推，哦，除非像那个美国这种新的老板上就把他的一个 project 给砍掉，大概是这样子。那第二个提到的所谓的补助政策1300万，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非常重大的。当初我们在跟行政院跟立法委员报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讨论这一点是，我是做一个产业辅导政策，今天不是1300万台的机车我都要补助，我的是作为产业辅导目的，我只要让厂商有办法所谓的进入市场的那个门槛，它的障碍达到那个门槛跨过去，它有办法进行所谓的自由竞争市场政府作为首手。所以当初我们去做了一些试调，包含从油车厂、从国外专家、从电动机车厂来调查之后，我们立下一个门槛，就是10万台。今天只要有一家厂商10万台达到之后，我们就减少补助，就完全取消补助。这个可能没有大家比较 care 这种比较细的内容。十万台，因为大概全台湾大概一年大概90万台到100万台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如果一个车厂大概市占率10%或是10万台，我们可以知道它已经达到一个经济规模。如果这个时候还要靠政府补助，那就所谓降经济学那个增加扭曲市场，哦，是这把市场扭曲就是一干到底，这个对于一个真正的经济体不是好，这也对我们的政府的裁员。1300亿，这不是一个开玩笑数字，我去跟立法院要，我相信，他也会给我，哦，大概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10万台的一个数字，大概是这样的，并不会说无穷止境。那相关的所谓的具体推动政策，当然除了补助政策之外，我们刚刚提到在座业者说，除了胡萝卜之外，有没有棍子？那棍子最重要的部分，我先不提，先胡萝卜部分，大家可以刚刚提到的最重要的是机车的售价跟它的。机车售价跟它系列，最重要的台湾消费者还是机车的销量。你可以看到我们过了13万一台都卖不动，哦，现在一台7万块不管，剩下3万多，现在整个量往上拉的时候，其实对台湾消费者来看，政府的施政只不过是补助2万块。哦，我直接讲完，所有的政策都是回归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了解厂商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很了解，我们在辅导他做更 CP 值更高，因为真的台湾叫 CP 值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啊，在台湾其实蛮有用的，所以接下来后面就会在这个微电动机车上面，其实会做蛮多努力，在说辅导厂商开发很多，说像价格比较好的，价格更低、更符合那种需求的，达到甚至5万块左右的电动机车，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因为我们当初跟行政院长画押的军令状哦，有两台。一个是重型机车，还没补助之前是7万块以下的，所以你要6……那如果是轻型摩托车是4万块以下，哦，这时候大概可以跟大家讲，我们那时候压这两个非常大的宏愿，哦，但是我相信这两个数字一旦出来，你的业务重型机车，不到7万块牌价，还没完全没有补助是7万块以下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小轻4万块以下的时候，我相信已经相对于燃油车的成本降低很多了，其实它的动力非常高。再来提到所谓的棍子的部分，其实我也要老实讲说，台湾在整个政治、整个民众的心里面，其实棍子是最难施展，在施政上棍子最难施展，一旦施展马上就上新闻，马上就被 K， 马上就有人要下台。哦，这个东西我直接讲，我们政治的施，我们在政策上面拟定的时候，其实棍子跟胡萝卜在施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人敢放所谓的棍子，哦，因为大家会。比如说我今天光交通部说我要牌照，想要给你看看而已，就被他打腿，你牌照税也不过一年600块，机车也不过一年300块，就被打到水里面去了。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要去思考说每个国家的，我讲国民的素质，我不是说台湾国民素质，我是说国民的素质的，他会触动到他那个点。我们一直在研究说哪一个是那个触动到消费者或者民众的点。最近这几年我发现。其实 CP 值才是王道，市场才是王道，其他没有。其他你用，如果你不准卖油车啦，或是给你，啊，刚才提到说，哎，是不是有用100%的配量来生产电动机车？有，民国80几年，中华民国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比加州还要更早。然后呢，我们当时叫一个人叫创盟，就是说每个车厂配几台。后来呢，他们非常聪明的去搞了一家新的公司，然后大概配了，哎，光阳你要。
你要几台那个要，然后全部同一家公司做，然后发送到全部的经销站，然后经销站开始卖那些烂车，然后烂车完之后一年后就没有了。啊，当然到时候就是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正补助款为难了，然后车子那烂车也出去了，结果就是不了了之，无疾而终。这个当那时候的状况，其实台湾很聪明，如果用这样配合，我相信光阳就会这样做，三洋会这样做，亚马也会这样做。但是重点是我们消费者没有得到好处，所以我后来就是改变我们的新规则，我们先定所谓的你的车子安全，有本事进来拿钱，不然就是不要出来。大概是这个是第二点。那再来是，你感谢机车交通工具是很有优势，因为我们很多交通工具是都足够，台湾是一个门到门啊，这都太方便，不会去搭公车，也不会搭捷足，会像台北市一样，你走两步就到。其实我不用台北去看世界，但是的确从中南部来看，的确是这样。那没有办法，刚才你提到，就没有办法减少大众运输，或者说没有办法改善骑电摩托车取代它的部分，就是说这会从电动机车来做。但是机车其实有一个重点，大家没有提到，就是机车的死亡率非常非常高。我们大概有。他说：“我们的二等部长，每年大概一年有2000多个人死亡，那大概有1000个，大概就是大学生，哦，1000个大学生，因为都是大一哦，不来等急诊了就死亡。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思考，所以我们在这期的机会里面，其实不是把燃油机车电动化而已，要把这个机车加入所谓的智慧化，哦，所谓智慧化。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跟交通部其实也在创新做一些事情，我们不像国外一样，哎，为了电动化的电话，我们加一些创新的一个文化思维型。我发现为什么最近会这么 ，Google 会这么夯，就是因为他把一些思维化方式放在里面，因为大家对我未来做管理的一个部分大概是这样。那第三个他提到说，整个电动车的一个来源就转到火力，反正其实蛮多人来讨论，但是其实重要点。在讨论这个电动化政策的时候，另外一边要讨论所谓的固定污染，我们讲说污染叫固定污染，还有移动污染。那在我们的能源转型政策，或甚至我在跟大家宣导之后，其实在讨论我们所谓的未来社会，其实会说无油、无煤，没有燃油也没有燃煤，这两个世界，就是你这样才有办法确保把你的所谓的 CO2， 因为它 CO2 为动，你现在充电一定是电厂发，但电厂又花了更多的燃煤发电厂去排 CO2。其实两边都要一起努力，并不是说哦，因为这样子就不让，那这样子就让我们去做燃油车，你回来就不要盖，就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其实说我们一般再来说，移动污染有其他的不确定性非常高，就刚刚提到的，它的衍生包含所谓的 VOC 有机挥发物，还有所谓的 PM2.5， 因为重很高，它可以做有效的管控。但是你那些老旧车辆，你没办法管控，甚至你那些自然，其实包含我们的，我因为这个研究报告其实很难做，是说当初像我们在跟中研院的长官在报告，中研院的院长说，这个其实这个内地去报告，给报告说那个马路上那个十字路口那个柴油公车的尾气会让我寿命缩短几天，那的确影响性真的很少，所以包含像小朋友那个妈妈推的小朋友那个。刚好机车的，你会发现那个机车的排气的高度跟小朋友那个鼻孔是一样高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其实这个其实都造成我们社会上蛮多的，社会成本你是看不到，隐形成本是完全看不到。但是这个东西我相信在未来可以看。那第二点是在说，台湾地下人口在新建筑跟旧建筑的一个充电可能性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行政院报告里面，其实也做很多事情，哇，像内政部院员这一次终于松口了。他愿意在他的建筑法规里面把新设的建筑里面强制，应该说在盖所谓的停车空间的时候，要预埋管线作为充电安全区。这个是一个非常，他的一小步是大家一大步，因为过往在想要设充电站找一个插头，完全找不到，而且是公用电路的。那旧法规旧的建筑可以照这个新的法规来升装，但是你们要先解决所谓的管规这个部分，因为管规是大家公用的，不是。大概是法规上已经有像，因为我家优于其他国家也在做这些事情哦，要这样说，谢谢。他两个问题都有回答。那我们看看，通常还有政治上都有说补充，就是刚刚这几个问题，我想。好，那我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会说，看有个。
没有大家有知道说汽油车的技术在进步，那的确是。那实际上我们之前也可以遇到，就是说燃油车的效率，实际上我们做到一公升可以跑50公里，一公升50公里，那是已经做到非常厉害的。就是对，有提到就是说，所以未来就是说，到底燃油车上怎么做需要，因为有很多，当燃油车效率提升之后，它所使用的这个排放会下降等等，那是不是未来是真的可以把燃油车解决掉，那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用。那但是我们还是不可否认，就是说在都市里面，因为都市的使用情境之下，实际上在都市里面使用情境下，实际上还是比较适合电动车的使用。因为电动车它在走走停停过程中，它不会产生的废气，但是汽油车的你燃油效益再怎么好，它还是会不断产生废气，这还是一个回到一个都市健康一个方向哦。那有提到一个就是说那个补贴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有像挪威的一个案例嘛，就是说它实际上它是故意把燃油车的这个销售的税额提高，促使了电动车的价格呢同等。那像国内的 GoGoRo 是很多车，刚刚有一个报告，他们也是类似的做法。所以国内的 GoGoRo 跟它的重型汽车或汽车，它所比较下来，它成本将近接近，那当然就可以使用者开始会选择电动车的。所以这就是透过政策的方式去调整这个国内汽车，但是小客车部分很可惜是还没有做到调整啊。那再就是说有提到就是那个。建筑物的部分嘛，那我们自己本身知道很多种，不管是建筑物啊，去哇那个20几年大楼、30几年大楼，那买特斯拉，哇，那栋大楼，这个最常见就是特斯拉停在宾利旁边，那我们去帮他勘察整个建筑跟环境，就遇到很大问题，因为属于老旧社区，有些早期的社区的那个布线啊、布电啊，还有电表啊，有些电表甚至在12楼，我们遇到还在7楼的。什么电表怎么在起？因为大部分在 B1 啊，因为新的建筑大部分在 B1 会有啊。那我们就遇到那种老式建筑，它那老建筑业管线，20-30年前哪有建筑师啊，对不对？那需要那么大电表嘛？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特斯拉车主，他们会用到83培以上的最高83培那个充电速率。那通常一个住家哦，大概家里面本身的供电的。现在功率大概也是83培，60到83，所以他那一台特斯拉车其实占着他们家最大的一个电量，所以通常需要扩容，通常需要申请扩容。那对待过程中说，我们遇到很多老旧车需要，到最后评估下来，一个建制站可能都要花上10万到20万的布线费用。那后来我就试一下，就跟车主讲说，这样好了，你把钱省下来，那超级情况下就在你家旁边，就3-5时就去给充一下就好。就那个车子真的买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就3-5时跑去充一站充电了。这就是因为老旧建筑没有办法去遇到状况，没有办法去因为你要花更大成本下去，但新建筑的话当然都 OK 的。那就是再就提到就是汽修保养厂维修的问题，那这种问题要再到这个很多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初在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就遇到这种问题，你懂吗？电动车，那电动车厂连开都没开过，连摸都没摸过，那技师都不会找，我们找很多技师啊。那技师他就跟我讲一个，他只会修汽油，他只会修引擎，只会弄这些，那电的东西完全不懂，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本身对电很熟，所以当技师来弄，我们知道再训练他，教他怎么样去用，然后要有就是高压锅、高压电锅，然后一步一步才慢慢把技师带起来。但是我们找过其他的传统保养厂，他们绝大多数的保养厂就是采取拒绝的态度，拒绝，觉得不想去学这，因为跟他毕生以来学过的那个知识啊，用不到。但是老蒋，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说，实际上台湾大于电子电机人才算蛮多的，这是一个优点。那台湾老蒋实际上应该可视的发展就是电动车的维修体系，就是教育体系、教师体系，因为从他电子啊电机的人才拉到做电动车维修保养的服务来讲的话，是很容易去转型的。但是很可惜，在国内这块的持续部分比较少，所以最近我们有协会在谈到，就是说是不是要成立所谓的这个电动车的资讯。的机制就提升，就是让国内电器的产业的人也可以转型到这个电器的协助。好，那就是再提到就是那个，好，那我就大概回那还我再回到一个就是这个充电的问题吧。那电的问题就是因为事实上，不管是燃油车或电动车来讲，它是属于一个能源转型的过程。那能源转型中，从台湾早期现在的90%以上都是靠燃油的机制。去做方面装备就是一个来源。那如果说能源转型成为国内自行，也可能是所谓的风力发电、火力发电，或水力发电之类的。那也有太阳能发电，我刚才也提过嘛。
在美国，他们的确是做一个这个独立的一套的太阳能的一个供电系统，那也的确让电动车可以独立充电。那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啊，大概一度电，不管特斯拉或是你上面有没有小型电动车，它一度电大概可以跑4公里到5公里左右。对，各位可以去换算，或者说假设你们每一个人的交通里程大概是1天100公里，啊，大概需要可以换算出来，大概需要多少度电的？好，那一度电大概可以跑4到5公里左右，是可以去换算。所以在这个能源转型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就是台电供给我们的这个来源是什么，但是我们只能透过投票机制去选择我们要的能源。哦，那只是一个方向。好，谢谢。那我们在请郑市长回应之前，因为我们这目前的活动线上有直播，也欢迎直播上面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提出来。因为刚第一轮的几个问题，其实科长还有后半人都已经回应了，我大概有看了一下。不过我倒是我想要对那个创办人您的简报的倒数第二页，应该是最后一页吧？如果可以打一下创办人的简报，我分我两部来讲。哎，不是，就是最后加速电动车成长的那页，有几个看法。那我放在交通部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你刚有提到燃油税、水油征收各种公平，可以。不好意思，大家最好知道我在讲哪一段哈。我澄清一下哈，其实它不叫燃油税，它叫汽燃费。好，那汽燃费它的法源依据是那个公务法第27条，然后要收汽燃费。那27条收这个费用的目的是什么？它立法目的很清楚。收来的费用是要维修道路用的，是维修道路用的，所以当然随车征收，买同样，比如说你有拥有一辆车，我也拥有一辆车，但是你可能周休日才开车，平常你也许上班是搭公共运输，那我也许是每天开去上下班，假日还开去旅游，那我的使用率多。我跑的里程数多，我是不是破坏道路多？好，那道路要维修嘛，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汽燃费、燃油费不是，它是汽燃费，它收取的费用是做那个用途。那如果随油征收有什么问题？去年交通部确实有花了一些时间找各界也讨论这个问题，也都认同随车征收是不公平的。那要用随油征收是不是比较好？其实它也是有问题，我这边澄清一下。尤其未来我们要谈电动化，那是不是叫在卖的油越来越少，你随油征收是不是越收越少，你的税收来源也会越少，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车子我用加油站卖出来的油，有些油是不是车辆使用的？渔船用油有5种用油，农机用油，还有那个营建用的那个起重机用油，那些是用油不用路，那你给他收随油征收，你给他收这个钱，你去维修道路用的不对啊。那还有一种是用油不用路啊，用油不用路的，那刚刚讲是用路不用油，用路就是说电动车越来越多之后，请问是用电力不用油，那你他又破坏道路，他怎么不用负担那个道路破坏的那个维护费呢？好，所以其实问题是有点复杂。好，所以有一个可能有些人就是说应该随公里征收，所以你不管什么，你的燃料是用电力还是用油，因为这将来在推电动化的车辆的过程哦，一定有消长，包括加油站它要转型，加油站它卖的油会逐年慢慢变少，那就需要弄很多充电站，这是有消长，对对对，所以我这边只是澄清说，不必然随油征收是最完美的方案。所以据我了解，交通部虽然不是我负责的业务，但是我有初步这样的了解，在这边跟大家说明，说其实还是要审慎的再去演绎更，各种优缺点都要分析清楚。那，
刚提到那个水里程还有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车辆到底一年跑多少公里，那个只要它在技术上它的那个公里计程那个计算的那个仪器不会被篡改，那当然你可以用里程来计算，因为你跑越多公里就是付越多的费用，所以我澄清它不是这个名词。那第二个，反而如果要讲油，其实目前国内要讲燃油税的概念是，国内据我所知道，一公升汽油里面有服务税6.83元，所以当油价现在油价比如说95天汽油一公升现在的行情大概30点多元，曾经便宜到20点多元，所以不管20点多元或30点多元，服务税都是6.83元，了解意思吗？那你刚刚是有提到德国的油价有一半是税，其实如果油价便宜到那个105年年初啊，是20点多元，那货物税6.83元，再乘以1.05的营业税一乘哦，那77块多，其实也蛮比例蛮重的，对，好，那就这样，我就这个刚的复习的回复讲就是，好，谢谢。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大概那个时钟快5分钟啊，就是线上有问题。哦，对，线上有问题。好，那是不是有线上问题可以？好，我代表他线上的网友们回问一个问题，想要问这三位长者，对于说像是日本的丰田汽车啊，还有欧洲的 BMW， 他们都有推展就是燃料电池车的产业，对吧？但是特斯拉的马斯克的却说就是燃料电池是与什么相反，那不知道说三位中长者对于说就是燃料电池车的发展的可能性有什么看法？电池。快回来，想因为在美国已经开过的新能源车了。那美国加州他们对于新能源车也是因为像加州他们真的是只要是新能源车，他们都往那边新能源车。那新能源车那时候我在2017年的时候在加州就有9座的加氢站。好，那充其量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新能源车严格来归来讲啊，它还是算在电动车驱动为主。它是让它车上还是搭载一个小型电池，它只是说它多一个氢能的一个发电的机制，透过氢能的发电机跟重新整合，不断的去对电池进行把它送电，然后电阻一个小电池做了一些 balance 的一个缓冲的一个机制哦。那氢能源车事实上这有时候是因为对特斯拉而言，他们主推他们电力为主，那对 Toyota 而言，他们是这样想走到更极致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能源移动能源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哦，那从我的角度看啊，因为我们在简报里面有提到嘛，因为Toyota它事实上它并不倾向于，它Toyota的内容在做少量哦，那事实上Toyota它投了，据我了解投了$数百亿在研发氢能源车，所以目前氢能源车来讲，事实上大概就Toyota是最好的哦。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对于电动移动的模式来讲，移动模式的啊，Toyota 它 下一个部分的动作就是说，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它新建储氢站，就像加油站一样，它要建置大量的储氢站，这是一个新的能源。那我相信在未来，因为新能源车市场它又是等于说，蛮干净的，就是它的运作效率来讲，它是用氢的方式，它氢，但是氢的在提炼过程中实际上有另外一个能源问题啊，所以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新能源车跟电动车在未来的20年或30年。到底谁成为主流？哦，那我们在未来趋势来讲，就是我们从角度来看啊，就是让它两个市场都会并行。然后，但是从目前的在市场的接受度，还有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因为事实上电动车现在已经在卖移动装置哦，他们现在包括像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版，还有包括像特斯拉的凯旋版，事实上，但是新能源车没有。哦，那很多车友他们可能甚至。会选择就是自动驾驶跟我们的车辆作为它的未来的车辆选择的一个依据哦。对未来到底是新能源车或是电动车会胜出，那就看它来附加的设计的价值跟提升这种车型的价值。我就说你需要透过其他的辅助的，例如像 Apple 曾经讲说它要做电动车啊。以前那个贾博士的时候，小张贾博士说，我要做一台电动车
哦，但那个角度是不是很好？但是我一说就是在日本人的角度而言，他们是主推氢能车，所以我们去年在氢能车在高雄有一个展览，也有活动，那我们会去参加。然后氢能车还是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加氢站，在建设过程中一个站大概需要2000，制造数据大概是需要2000万台币以上，一个加氢站，那这是一个最大成本。但是电动车有一个优点是，你只要有电，到处都可以烧。在未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就是电动车肯定会稍微升级。哦，因为就是会牵涉到，好，那就是报告这边。其实，氢能源车或锂电池车，其实我要讲一个事实上产业上的故事啊。说，今天不是说，从现在看电池是优势，或是未来氢能源优势。其实它谈谈日本哦，跟大陆有点像。大陆最近开始在走所谓的 fuel cell 和氢能源的开发重启哦。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了解，因为用锂电池，它的所谓的锂钴镍，它是所谓稀有金属，稀有金属掌握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手上啊，有一些做矿权的部分。那当然有几个议题，比如你矿权，你日本、你大陆这一种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如果它的矿权如果被锁死的时候，就跟我们家石油一样，石油被锁死了，基本上你整个都会被操控。比如你想说你的电动车，假设日本是一个制造车的大国的时候，你的锂电池的矿源是被锁在人家手里的时候，那时候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给你，车子就做不出来了。这个其实是很事实上在你国家的层级的战略线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日本整个最近这几年哦，整个全国之间在发展所谓的氢能社会哦，是既有也有狗部分，包含所谓的生活，包含从核灾之后很多的氢能社会就是这样子变过来，因为他们认为氢是一个很干净的，而且来源不会那么脏的。我举例像，为什么在矿产里面锂钴镍 的部分，它其实经过矿产要经过强酸强碱去把它这些锂钴镍吸出来，所以其实它造成蛮多的一个环境污染。我讲的不会亚于所谓的石油炼制，这个东西其实就在背后里面的一些辛酸哦。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污染的部分，其实都被它挑战成这一块。你电动车，比如说在使用端可能是 OK 的，但是在前端在生产电池生产这些的时候，其实是有污染在，这个也要老师跟大家去说说说。所以氢能车其实是一个，我认为啦，在未来的5-60年是一个机会，它可以减少一些，真的是说未来一个趋势。这个我认为不应该把它放弃，不应该说现在它不行的，不代表未来不可以。就包含10年前我们在谈电动车是天方夜谭，现在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像工业局，它在推动产业，随时都保持乐观态度往前走，大概。因为我们时间到了，那我在想说，因为时间关系也有点晚哦。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那就现场的我可以留下，稍微再花一点点时间。那我们今天沙龙就在这边结束，那就谢谢大家。